超耐玩的游戏，有聊天室，而且真的是角色很多啊，所以这游戏应该是有完没完啊。全新值得期待的手游啊，就是值得玩的啦。我们先把东西都讲一讲。欸，我想要直接讲角色比较快欸。我这里先给你们这只幼母好了，宠母好不好？有兴趣的可以来得到这一只。然后，哦，宠母其实很贵耶，那什么贵啊？夜之魔女，我们实战了嘛？那我下线了。翻战舰就是红白，哎，但是我现在也没什么那个。这只枪吗？恭喜他抽到了，这边还有冰女。